这姬秀司的认证怕是要抄家呀，咱们也跟上吧。跟。你可知道，以沈家之罪，本不至于抄家的。抄家？你还不知道啊？朕可以告诉你，沈家的事只是个开始，燕西对朕的这份忠心，不可以有任何干扰，一切干扰这份忠心的，在朕这里，都入草芥。 这下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，可以退下了。嗯，你做的点心的确好吃，下次给太后送的时候，记得也给朕送一些来。如果朕空的话，给你讲讲燕西小时候的故事。 跟上他们，娘子，这姬秀司的认证怕是要抄家呀，咱们也跟上吧。跟。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！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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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
我家三品官邸，才又进了新科榜眼，你们如此造次，你们！太府四卿沈中行坐罪下狱，连累九族，七秀司奉命查抄家产，不如关卖。带走！ 老夫人。